狗市打个假，出发。我们来这边看一看，耶，一只穿着熊猫服的小姐姐带了一窝。哟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厉害了，你看巧克力色的，你看巧克力色的，还有铁包金的，我的天哪，好神奇啊，这是啥玩意儿？你别说，它长得还是挺可爱的哈，又开脸啊，又有围脖的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太可爱了，还有点花里胡哨的，这一只还是虎斑色，你看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哟，三通到位，大围脖。你说这是柯基还是边牧呢？这是什么狗呀？边牧是吧？纯种吗？果真吗？果真。小姐姐，你跟我读一读行不行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为了一个小狗，这个中国人都不要了吧？我的天哪！这是这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小土狗，长得有点像边牧，可能母狗是边牧，公狗被。啊、哦，他出去浪了一圈之后是吧，就给你家带来了一窝喜讯是吧？啊，边牧出轨了，我的天哪，生出来一窝这个，从体型啊，边牧本来就是中大型中型犬，中大型犬，它的骨架太小了，嘴也特别的这个窄，这个头板不是这样的，耳位也不对，所以说虽然它有这个，这个边牧的这个。样子开脸大围脖，你看有点像咖啡色的，但是绝对你上当受骗，这可不是边牧啊，长得倒是挺像的，挺可爱的啊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土狗串的，也可以说叫边牧串串吧，像这种什么价？一百，我的天哪，100块四个我也不能给你啊，我的天哪，太黑了，你太黑了，嘴上都说了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谁家边牧长这样，我天哪，太黑了太黑了，来这边看看这个穿军大衣的小哥带了一窝，哟，这个哎，这个东西是最难搞的、你说他纯种吧，哎，他颜值低，你说他串着吧，这个狗应该是纯种，就是颜值低一点，骨架细一点，嘴巴尖一点，哎呀，其余的倒还挺好，健康状态应该还是可以的，挺肥的，这是黑色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是那个拉布拉西吧、拉布拉多，哦，这样的，原来是拉布拉多呀，那我问一下这个狗，那它拉得多吗？拉得多不多？拉得也不多，那到底是拉得拉多还是拉布拉多？啊？那到底拉得多还是不多的？这个是纯种的吧？纯种的。那纯种的为什么这个毛有点长呢？那绝对纯种的。颜色还不对呀、颜色不对。对，颜色的话有点偏奶黄呀，你看，你还不都是奶白色吗？大狗就是奶黄的。长得吧就是不是特别好，嘴有点尖了，骨架有点细。你抱高一点，我看一下。耳朵还可以啊，精神程度你看眼神也挺准。耳朵越大越是越串。耳朵越大越串。对。是吧？对。那像这种这么纯种的这一种得什么价格？低于300块钱不卖。低于300不卖。对。那还真不贵嘞，你这是2、6、4、6，六个狗300块，50块钱一个。那一个低于300不卖。我天，你想疯了吧？我以为你这六个300块，我看还差不多。这小黑也可以啊，300块一个，这个质量其实300倒真不贵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你家的小狗这个质量达不到300的质量，达不到你不要。哎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也得来说一说。这个束带还有点束带，你看，长得还可以，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纯，感觉不是特别纯。你看，毛有点太长了，太毛有点长。颜色也不是特别好，奶白色比较好。以后再长的毛那就对，它会退这个胎毛，但是你这也不行啊，你老是扒拉我干啥呢？你老是扒拉我干啥？这小黑的还挺可爱啊，拉布拉多是拉布拉多，就是颜值低了那么一点，不像那种大宽嘴大骨架的头板好的。这样小狗这个，我也不少给你啊，这个小狗我给你。60吧，66大顺，行不行？
你几时行？你不要老是报呀。300块钱我不卖，我卖。啥又是低了300不卖？300个欢乐豆吗？啊？多少？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要一个。就300块钱。300。你搁这玩的？300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太贵了。你300买品相好一点的可以，这质量太差了。那就买品相好的。对，你看这毛还特别的长，你看，你这样也不少给你，给你狠狠的加一口，88，给你加8块行不行？给你加8块。我提了300。哦，我从60加上来的吧？我的天哪，给你加12块了，哥。算了吧。12块买盐都能吃好久了，真的。行吧，行不行？300块钱一个，抵我。你这样，我全要完。你全要完也得300。全要完多少？全要完六个小狗多少？给个痛快价。给痛快价就是六个。6个1000吧。36180。哎。啊。给你2000行不行？啊。把电视也送给我了。这个电视我看还可以啊，行不行？要不行的话，你光要小狗的话，就给我优惠点。6个。你看，有的毛长。颜色还不好，嘴还这么丑。我没说，抵了300块钱不卖。对呀。真的，我像你一回样，我不卖。太狠了，你太狠了，你这不卖，你这样要价的话，我天哪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一窝，嗯，你知道我也不少给你这一窝，我给你1000块，1000块钱6个，都是老多少？你痛快一点。1000吧，少了我不卖。少一分都不卖。少一分都不卖。那这个价格我真不敢要，这个质量有点差。质量有点差，还想看我看，还想看我盘什么小狗？记得评论区留言，给个双击收藏一下啊，不然以后就见不到这么多可爱的狗子了。我走了，走吧。嗯，你后悔对吧？不后悔。